来，这个是我们的 B093， 这两款呢是姐妹款，它们其实很相似，连颜色都是一模一样，蕾丝也是同一块，只是差别在内杯的设计哦。来，我先跟你们介绍小杯的，然后大杯的尺寸我等一下也会跟你们介绍。那我现在要介绍的是我们的 AB 尺寸的，来 AB 尺寸的内杯呢长这样子，然后这一件的厚度呢，来这一件的厚度大约1到2公分，下摆有添加任意彩提托片，然后是无钢圈啊，不是5公分，吓死大家。来无钢圈，然后侧边呢这边是做一般高度，它没有做到很加高。那这一件最重要的是在背后，这件的背后呢是采用双层的，它整个是无痕的技术哦，里面一层外面再一层，然后整个包覆，而且弹性超级好。来给你们看后面，这件穿起来舒适度非常非常的高。来 AB 杯听好了， AB 杯是无钢圈， AB 杯是无钢圈，那后排扣是三排扣。如果你是 AB 杯的宝贝怎么喊单呢？ B157 颜色带尺寸加一。好，来，然后我现在介绍 CDE 的给你们看。来，然后 CDE 的宝贝呢里面是软钢圈。哎，你要不要问妈妈这件她要不要囤货？这件我妈超爱，而且这一款呢是我们独家的哦。对，这个我们独家，这是我们跟厂商合作开发的制定款。来，然后里面是采用记忆软钢圈，这件真的很好穿，牛妈超爱。牛妈拿这件内衣至少应该已经有20-30件了，她每次我跟她说不然换新的，她就说不要，我还是要加这件，搭新的之外她还是要这件，爱不释手。我觉得你要不要先帮妈妈留库存，不然等下被大家抢光光。70C 这一款可以买， 70C 的话宝贝我会建议你拿 75B 替代尺寸，因为这一款的70没有做到 C 罩杯。然后这一件的里面是超薄，完全哦，完全超薄，没有垫的。然后这一件的背后呢是采用这种无痕型的，整个无痕穿起来完全不会勒，完全不会勒。来，这个是 CDE 要盘的话呢，请打 B093， 颜色带尺寸加一。刚刚不是有宝宝在问说有没有100的，夏威100的，这一款就有。这款有到100，来我来比给你们看。那内裤的话，直接到官网搜寻093，或者是093就可以，来直接搜寻093就可以找到它的内裤了。内裤加购价是190块，内裤是整个无痕的哦。而且我跟你们说，内裤超多宝贝去门市单独买，因为它内裤超舒服，整个是无痕的。好，来，然后这一件牛牛就没办法穿给你们看，因为它 C 罩杯开始，牛牛才 75B， 所以撑不起来这个。好，来，然后这个是我们的B093， 所以 CDE 的宝贝要喊呢，请喊。两款的差异性在哪边？一个有钢圈，一个无钢圈，一个有厚度，一个是超薄杯。CDE 是超薄杯，有钢圈，记忆软钢圈。然后这是我们的黑色，黑色超性感的，你们看，黑色超级性感。那我们来配黑色内裤，内裤是整个无痕的哦，内裤加购可以直接到官网去加购就好。哎，牛哥这绝版给大家，你要不要下一点优惠给大家？今天很诚意耶，诚意满满，有没有？刷个爱心给我，不然我要反悔，丢了太多优惠给大家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粉色的话呢，就是藕粉色，75B 会有点空杯，拿 70B 又有点紧，该怎么拿尺寸呢？宝贝，如果你拿 75B 会空杯， 70B 又有点紧，我会建议你拿 70B， 然后加延长排扣。就是加延长排扣的话，我们官网有卖，那是你也可以去市面上找，也有。这个是我们的粉哦，粉色是藕粉色，也很好看，而且它穿起来真的舒适度是很高的，因为牛妈超爱这件，牛妈这一件真的是买到爱不释手。她如果听到说绝版不出了，她应该会先囤个10件20件吧。好，来，然后我来比那个 B 杯的给你们看，这个是 AB 杯的。宝贝要打 B093 哦， B093 是 CDE 杯，那我们的 AB 杯呢是 B157， 这个是 B157 哦，牛牛现在身上比的是 B157， 牛哥直接沉默当作没听到我的话。好了，那个我直接，你要给大家什么优惠？来，这个是我们的粉哦，粉色是藕粉色，粉色很好看。
只要购买093或者是157的，我就直接像帮你付运费一样，直接扣70元。直接免运哦。就直接扣70元，我就等于说我帮你付运费。一件免运，两件直接现折140，对，这根本就不是免运了。对，好了，没关系，你都讲了，包三色直接，现在21，210，直接现折210。如果你包色的话，包三件直接现折210，太划算了吧？好，该牛哥改，来你们喊单，牛哥改价格给你们，直接一件现折70块。一件现折70块，买越多折越多，买越多折越多，不管是 B093 还是 B57， 对啊，你这样你就干脆把它设免运，还比较划算。但没关系，讲了就讲了，一件折70，你包设三件现折210，只有这一件哦，只有这一件，其他没有哈。然后这一款要在这一款要加购内裤的，直接到官网搜寻093。可是75C 我应该撑不起来。不然好好看哦，它的那个蕾丝，我来试试看，我来穿给你们看，你们等我一下。我现在穿的是 B157， 集中效果超级好，而且呢不会轻易走位。然后我现在解开给你们看呢，这件内裤190，来321，你们看直接平掉了，集中效果超厉害的，头发好乱。你们看我这个 75B。然后，但是我有加衬垫，如果没有加衬垫的话，可能一点勾都没有。所以，宝贝，如果你是 75B， 你喜欢B093的感觉，你不喜欢 B157 的感觉，你可以来带它，但是穿起来就会像牛牛这样。你要加衬垫才会有勾，没有加衬垫的话，基本上是完全没勾的，但很性感。来，我现在身上穿的是 B093，我有加衬垫，我把那个刚270的衬垫拆过来加在这里。但是这个勾勾未免也太自然了吧？好吧，事实证明，75B 要来撑它呢，会太自然。所以如果你是喜欢爆乳效果的，你就直接喊157就好了 ，B157 就好 ，B093 留给我们的 CDE 的宝宝们来买它。好啦，喜欢的宝贝赶快加单了。我现在身上穿的是 B093 的话呢是 CDE 杯哦。如果你跟牛牛一样是 B 罩杯又很喜欢这件的话，穿起来效果就会这样，给你们示范一下。而且我还有加衬垫。来，颜色有粉色、绿色、黑色。然后如果你是 AB 杯的宝贝呢，你就直接喊我们的那个 B157 就是刚牛牛穿的。其实我觉得真的很像。157的内杯可以再看一次吗？好 ，B157 的内杯，我自己都要搞混了。来 ，B157 的内杯 ，B157 的内杯是这样无钢圈。等一下我。690减70应该是620，你打多少？我打630。牛哥算数不好，比我还差。你什么时候算数比我还差？好啦，喜欢的宝贝赶快加单喽！今天的优惠真的是满满，所以大家赶快加。可以看一下绿色吗？绿色，你是要看我两个绿色都给你看。来，这个是我们的 B093 的绿色，绿色的。然后那杯给你们看 ，B093 是超薄，完全没有垫哦。然后是记忆软钢圈。好，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这一个，这个是我们的。B157 AB 杯的 B157， 然后内杯是长这样，无钢圈，然后这个是有厚度的哦，厚度大约1到2公分，下摆有个提托片。好啦，软钢圈穿了会勒吗？我可以跟你说，舒适度应该很高，不然我妈其实蛮挑内衣的，而且因为我妈妈，妈妈是 75C 还是 80C 啊？80C， 对，我妈妈是 80C， 所以她穿的是软钢圈的这一款，她超爱这件，她疯狂买这件，每次要买新的内衣呢，她会买新的内衣，可是一定会说，妹妹我还要那个之前那一件，然后什么颜色都可以，只要有货她就 OK， 她超爱这件，她三色都有，而且加起来应该20-30件超过，每一次都要买。157内杯厚度大约1到2公分，然后里面有个提托片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直播要看自己的勾勾，觉得好单薄，还是有加衬垫才有这个勾勾。所以呢，我是觉得啦 ，B 杯的宝贝你们就带 B157，可以穿出那个窄勾。有，我刚刚有想过了，1到2公分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直播就要到这边，牛哥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
得我们今天有蔬果定优惠，哎，那个 B093， 你们穿起来感觉应该会是这样。哎，我这样拉给他们看，因为我的胸部分量不够，这个从 C 罩杯开始。如果你是 CDE 的宝贝来穿，你穿起来应该会有这种效果，就是肉会整个被捧上来。因为我看过我妈穿这件，穿起来胸型是很漂亮的。然后我们这边再补充一下哦，我们有开回放到下礼拜一的下午5点前，尺寸不知道怎么拿，有任何问题啊，私讯客服，帮我们私讯客服，因为我们直播贴身衣物售出是无法做退换的哦。没错，那如果任何问题呢，要耐心等待客服回复哦。那我们的直播优惠呢，都只到礼拜一的下午5点以前哦，所以礼拜一的下午5点以前一定要完成结单，一定要完成结单，不然的话呢，你的购物车价格会直接恢复原价，就像我们身上的这一件，你就直接恢复原价，就没有这个折扣了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直播就要到这边啦，那要请牛哥那边帮我们关播。等一下我把。今天很必买，尤其是 B270 跟蔬果锭，蔬果锭大家真的要囤起来，要享受这种哦，不然之前那种大腹便便真的是，我每次以前没有吃蔬果锭直播的时候，我都要就是。一直很吸，然后要这样，要把屁股往后顶，然后把那个肉往后躲，这样有时候还躲不过，之前还被客人嫌胖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直播就要到这边了，那我们就大家下周见啦，拜拜。